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44面，644面，第三行。经文看起，若草当属四季，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这是这一品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末段普劝啊。普遍的劝告大众，止恶从善，求生极乐。这个也是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了不相同的地方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讲求的，没有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啊。老祖宗教我们，人生一世一定要做个好人啊。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有天神，相信有地神啊，所以民间几千年来普遍的祭天、祭祖、祭土地神啊，土地神，因为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啊，不但靠天吃饭了。天时地利，我们离不开土地，所以对于土地非常尊重，也供奉土地神、土地庙最普遍了，在中国无论在哪个农村里面都看到土地庙，随着人民的迁徙。像我们中国人到外国了，这个外国土地庙也很多都带去了沿海一带因为所以说靠山吃山呢，靠水吃水拜马祖，其实马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保护我这些渔民让他们进出这个捕鱼的时候能得到平安回来所以在过去呢，为了生活不能不捕杀这些动物，但是他还有良心像捕鱼，大鱼可以，小鱼不可以他还没长大不像现在，现在是一网打尽啊，这个是有伤天和上帝爱人之德了，我们疏忽了春天决定不杀生，为什么？生物刚刚生长的时候，这春生秋长这个夏长
啊，田猎打猎的时候，在秋天，啊，没有春天打猎的，啊，秋收冬藏啊，啊，所以人的行为一定要符合天道，啊，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秩序，啊，随顺自然的秩序。啊，这个样子，让天时地利人和，啊，面面呢都能够顾到，啊，所以他不出事。啊，中国人一般对佛法不了解的，总希望将来死了以后能升天。啊，这是第一个期望。第二个呢，希望来生呢，生活比这一生过得更好。啊，能不能做到？难。啊，在佛法里面是凭五戒，五戒不是人生。啊，这一生是人，来生还得人道，不会多三恶道。啊，五戒是不杀生。不杀生等于传统文化里面讲的人，传统讲五伦五常，五伦是讲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啊，换一句话说，一家人呐、啊，凡是人皆需爱呀、啊。啊，这是关系讲到了基础啊。那五常，常是永远不能够失掉的，做人基本的德行。那佛家的不杀生，就是五常里这个讲的人，仁爱呀、啊，推己及人，想到我自己，同时一定想到别人。啊，这个意思很重要啊。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希望别人加于我的，我就不可以对待别人。啊，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是爱，父子有亲的亲爱。啊，教育第一个目标，如何能保持这种亲爱，一生呢不会变质？那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呢，希望把这个亲爱发扬光大。啊，爱父母，爱祖父母，爱曾祖父母，爱兄弟，啊，爱亲属，这个家族。爱邻里，这邻居邻里相当啊，爱社会，爱国家，最后推展出去，凡是人皆需爱。所以它是个爱的教育啊。自古以来教育目的不是升官发财啊。孔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身份是平民。啊，他不是高官厚爵，不是的。啊，他的生活很清苦，啊，就小康之家，生活能维持，不富裕。啊，这都是做出榜样给后人看。啊，生活过只要能过得去，啊，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沛呀。啊，中国人把物质生活看得很低，啊，
精神生活看得很重啊，所以有道德，有学问啊。用今天讲的说，他有思想啊，所以思想家啊，教育家。那么佛法呢？它的范围大，它超越了六道轮回，啊，超越了天堂地狱，啊，因此，在归属这一方面呢，跟中国传统文化不一样了，啊，他讲的是十方诸佛刹土。啊，特别重视的是弥陀净土。为什么？十方刹土虽好，条件很高。啊，你没有具备这个条件，你去不了。啊，极乐世界条件不高。啊，换一句话说，人人都可以去。啊，人人都可以成就，啊，所以有这样殊胜的方便法门，啊，诸佛推荐，诸佛赞叹，啊，都劝我们能够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的目的何在呢？是去上学，啊，实际上来说，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净土，啊，净土到底是个什么性质？它是学校，它不是一个国家。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国王，没有上帝，啊，看了世尊。许许多多这些介绍，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极乐世界是学校，阿弥陀佛是校长。啊，这个校长还天天上课。啊，十方世界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也常常到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啊，就好比是教授、讲师这种身份，到极乐世界，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有菩萨，有声闻，有天人，也有我们人道，乃至于畜生道。啊，畜生、恶鬼、地狱都有往生的。啊，这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阿罗汉、辟支佛这一类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啊，真正是明心见性的菩萨，生十宝庄严土，啊，那么生一般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必须是明心见性。有这个条件才能往生，啊，西方世界不需要，只要具足身心切愿，啊，老实念佛了，几乎没有一个不往生，啊，这是极乐世界的殊胜呐，所以这一边首先劝我们要断恶修善。啊，止恶从善呢，就是断恶修善，求生极乐啊。这真正是究竟圆满。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啊，若草，这是
古时候的话。啊，现在呢，就叫你们，我们现在叫你们，啊，你们这些人，啊，古时候若草，啊，现在说你们，啊，汝等。孰思孰记呀？啊，认真去思考啊，好好的去计划一下。啊，这个就是常讲的深思熟记。啊，多想想。你想清楚，想明白了，极乐世界正好。啊，我们到极乐世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以明啊。啊，我们以明到极乐世界，到那里去学习。啊，毕业之后，毕业就成佛了，再回来，回来教学。啊，就是道家慈航。啊，在这边成佛太难了。啊，没有好的老师。没有好的修学环境啊！你看我们最近的遇到了有几个非常优秀的小朋友啊，七八岁啊，将中国传统的典籍有不少都能背诵。啊，家长都希望啊，培养他将来从事于传统文化。可是现在到了上学的年龄，不能不上学。那一上学，当然受学校环境的影响，他就不能专门学传统文化了。啊，那么在我们现前环境里头，又没有私塾啊，又没有这种学校，所以就非常困难，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啊。家长的想法是好啊，希望小孩一直学传统文化啊，如果在过去念私塾那是没有问题啊，老师可以能够带你10年20年啊，一直到你学业成就啊，今天难了啊，你不能不上学校上学教的时候困难，小孩嘛，同学多了就染上不好的习气啊，对你自己的进修要打很大的折扣啊，用佛法来说，真正是圣贤再来的，是再来人，不怕，他能守得住。那不是再来人不行啊，肯定被污染了。啊，你小时候这两三年所学的，保不住啊。啊，自己教要加倍的辛苦啊，顾虑的学校课程又要焦虑的，也要教给他传统东西啊，这些典籍啊，所以现在很辛苦啊，辛苦也要教，不能不教。啊，那教到我们深思熟记，重点在哪里呢？就底下这两句：爱欲荣华，不可长保啊；戒当别离，无可乐者，这四句
要多想啊！啊，爱欲荣华，人之所好啊！要晓得，这是保不住的。啊，是非常短暂的受用，一定啊要把它看破。啊，真正看破之后，深入经藏。古大德有一句话说：“世味哪有法味浓啊？”爱欲荣华是世味，这世间的滋味比不上法味，但是法味一般人不容易尝到啊，特别是这个时代啊，为什么？法味是真的，世味是假的。你要想学真的，得用真心。那现在人没有真心，全是假的，虚情假意呀，不是真心呐。那真心是什么样子？印光大师常说：沉静。真诚、恭敬，这个态度现在没有。啊，真诚恭敬呢，必须要从小去培养。啊，现在从小疏忽了，父母都要工作，没人教他。啊，祖父母照顾，祖父母溺爱，啊，喜欢孙子，疼孙子，一切都随他，那这还得了吗？啊，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影响他最大的是什么？电视啊，这个电动玩具啊，这个东西影响太大了。那这不是个好东西啊！所以，把他那一点天真呢，那一点真诚呢，在电视玩具里头消失掉了啊！他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重长辈。不知道友爱兄弟，这是人伦最基本的要求啊！他做不到啊！啊，所以没有沉浸心啊！长大之后啊，更是如此，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啊，表现在外面是浮躁，啊，内心没有沉静啊，叫心浮气躁啊，这种心态，求圣贤的学问是很大的障碍。啊，孔子来教你也没办法。啊，那学经教更困难了。佛菩萨来教你，都教不好。为什么？你不能吸收，沉浸心能吸收。啊，印祖讲得好，一分沉浸，你能吸收一分；十分沉浸啊，你能吸收十分。那现在有几分沉浸呢？几乎没有啊！啊，没有沉浸心，
在古时候，老师不教你，你随着旁听可以，老师不会教你，为什么呢？你不能接受，不识老师不识非。这是些我们谈到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关节，很不容易突破。学佛问题也在此地。心浮气躁。对于爱欲荣华，他认为这是乐事啊，好事啊。他天天在追求，他天天在享受，他怎么肯放弃？虽然古圣先贤的典籍都这么说。像我底下会所讲的，荣华不可保啊，慧者定力散啊，爱欲不可长啊，甚者必衰固啊，颠倒妄乐无可故无可乐。纵然他知道这回事情。他也不会放弃，有一天享受，他得好好享受一天。明天还没到，还没想到。所以这非常难，要人家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了荣华富贵，这个在今天比什么都困难。如果真正放下了，他尝到乏味了，那就不一样了。那真的明白，乏味超过实味，乏味里头有真乐。与心得相应，世间法与烦恼相应。与不善的心行相应，那发落不是如此，发落确实，与心得相应，这是圣者之路，应当去追求的。佛在这里讲得好。如根道也如是啊！荣华保不住，时间很短。世间荣华富贵之极，无过于帝王。我们看看历史，历代的帝王。他们能享受多少年呢？享受20年的就不多。你看他在位多少年？少的2-3年。他寿命到了。多的也不过是20-30年，很难得了。50-60年，在位50-60年的不多，很稀少。
啊，清朝，康熙不错，那福报是真大，做60年皇帝。可是雍正只有13年呢。啊，乾隆也做了60年。啊，往后时间就不长了，20-30年，10几年。啊，像康熙，像乾隆，真正是太少了。啊，乾隆自称为古稀天子，啊，自古以来稀有的，真是稀有。啊，他活到80多岁。啊，寿命到了，再一转世，福报享尽了，福享尽了，一转世的时候，那个不善的业报就现前了。啊，到哪里去啊？没有多大的过失，一般人道、畜生道，啊。能够到天道的很少，啊，这些只有真正学佛的人，他知道啊，啊，真正入佛境界，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表演的是一个真正超脱的人的生活。啊，他自在、安乐。啊，经上前面给我们讲的4个字标准：静定安乐。释迦牟尼佛全有了。跟释迦牟尼佛学的这些弟子，个个也都得到，啊，静定安乐是真乐啊！啊，比荣华富贵高的太多了。为什么？他这个享受，他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啊，自在无碍呀！啊，这世间法里头啊，找不到的。啊，这个静定安乐可以长保。永远不衰。越修越快乐。啊，境界不断地向上提升，它不一样啊！所以趁世间呢，叫颠倒妄路。彭吉清曰：“一切世人以欲为乐，这个欲是财色名食睡，叫五欲。”以这个为乐，不知是苦。啊，这5样东西不是真乐，能够有戒知，可以得他的乐，不受他的苦。如果不戒知的话，贪而无厌，5种都是害。啊，确确实实会把你的寿命呢减损了。啊，极其纵欲享受，你付出的代价是寿命。你有80年的寿命，可能60年就享完了。啊，60岁死了。你付出了20年的寿命的代价。
不值得了。啊，还有更早的，四十几岁就走了，啊，三四十就走了，啊，他那个享受不过十几年而已。啊，所以智者观之啊，唯苦无乐啊，真正有智慧，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他看到了啊，没有乐啊。所以这后一有为乐，无即是苦啊，所以有为的乐。佛法讲的是无为之乐，净定安乐是无为的，这是有为的，有所作为啊，每天过午啊，有厌乐啊，但是如果没有了，没有他就觉得很痛苦了啊，所以这种乐是刺激。不知有者无所因故啊！啊，你所有者无所因呢、啊？以得为乐呢，实即是苦。不知得者实所因也。上面的无所因跟此地实所因是一个意思，你把你那个乐的因失掉了，你就感觉到很苦啊，得到财富是乐啊，财富丢掉了你就觉得苦啊，所以佛他是无为的，他不要财富，他每天生活很简单，出去徒步啊，三衣一钵，这个衣食方面他永远没有苦啊，他真的是快乐自在啊，知足常乐啊。大概世间法主要的这个痛苦啊，就来自不知足，所以欲海难填的啊，那个欲望像大海一样，永远填不满。换一句话是，永远是觉得不够啊，永远痛苦，不如知足常乐啊，知足这是无为之乐。这一聚为乐呢，善即是苦，不知聚者善所因故啊，有聚就会有善。以生为乐呢，灭即是苦，不知生者灭所因也。盖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啊！所以是乐极生悲也。乐极苦，悲生生悲。啊，乐要失掉了，也感觉到苦。啊，所以说众生所乐的正是苦因，佛家讲的坏苦啊，你所乐的坏了，产生变化了，你的苦就来了，所以从此苦因必生苦果，故人无苦乐者，这做了一个总结
啊，事法里头无可漏。啊，总的来说，事法里头有生死，有生老病死，在八苦里头，这四种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避免的。啊，其他的四种也不例外。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后头有个无因之生苦。无因说烦恼太多了，无因之生就是烦恼太多，妄念太多。啊，佛给我们讲了八种苦啊，叫八苦交煎呢。啊，一定要求啊，离开这八种苦，那就叫漏。啊，所以诸佛菩萨就无漏，这些东西全舍掉了。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八种全没有。所以叫极乐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去化身，它不是胎身，胎身有苦啊。极乐世界的人不老，寿命很长啊，无量寿啊，他不老啊，他不生病啊。那他永远不死啊！啊，我们从经本里面得到的信息，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寿命是有量的无量。啊，你到极乐世界，有量的无量，在西方极乐世界正果了。成佛了，从有量的无量又变成了无量的无量，真的无量了。啊，每一个到极乐世界人决定成佛，成佛就变成无量的，真的无量寿了。啊，所以西方世界说他无量寿啊，不是假的。啊，古大德有说，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是有量的无量，啊，包括阿弥陀佛，啊，但是我们清楚，有量会变成无量，啊，为什么？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就变成无量的无量。啊，所以凡圣同居土，烦恼习气没断，有量的无量，方便有余土，亦复如是，也是有量的无量。啊，十报庄严土是无量的无量了，真的无量了。啊，这个。这些理事我们都搞清楚搞明白了，对极乐世界就会认真考虑，我要去，我一定要去。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啊，继续劝精进求生安乐国，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名副其实，确确实实平安快乐。
啊，得生彼国，皆悉智慧明达，功德殊胜。啊，如果有人要问，你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们最简单，也最，人家也最容易听懂的。我到极乐世界去为两桩事情。第一个，我要求圆满的智慧；第二个，我要求究竟的福报。啊，到极乐世界不是为别的，是为福报而去的，为智慧而去的。啊，肯定在那个地方，这两样两桩事情得到圆满，圆满就成佛。啊，所以我们皈依佛的时候常念呢，皈依佛二足尊。这二是什么呢？就是智慧跟福德，就这两种。啊，足是什么？足就是圆满，没有一点点欠缺，这两种圆满了。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了。啊，为这个取的，明者明了，达者通达了。啊，智慧明达了，啊，明了通达。经因所云，智慧明达，得智胜故。啊，智慧殊胜。啊，究竟圆满的智慧。功德殊胜呢？那得福殊胜，福慧双修啊！啊，智福并胜，超胜啊！一切声闻缘觉，诸天都不能跟他相比。故劝世人精勤求生呐！啊，世间求不到的，到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啊，并戒之曰：啊，只告诫，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啊，千万不能够随顺自己的欲望。啊，疏忽了境界。什么叫疏忽呢？也学啊，也听呢，但是没有认真去做。啊，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听了学了做不到？啊，那就是你没有能力呀，降伏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是什么？贪嗔痴慢疑，你降伏不了它。怨恨恼怒烦，你控制不了它，啊，它常常会发作，常常起现行。于是，你每一天生活在烦恼习气当中啊，圣教虽好啊，圣教的利益了，你体会不到，你享受不到啊！所以虽学佛，你落在后面了啊！别人得到了，你没有得到啊！亏者缺也，富者欠也，少了，不够啊！精之精教，戒之戒行。
啊，叫恢复境界。此处特劝持戒，以戒乃万善之基啊！啊，学佛绝大多数都把戒看清了，啊，都认为戒没有必要。啊，释迦牟尼佛讲的戒，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这样想法，全想错了。啊，认为这是3000年前古印度社会生活规范，从时间上来讲，3000年前，我们今天是3000年后，我们能用它的吗？从空间来说，那是印度，这是中国。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有我们自己的规范。啊，我们的这些规范还随着时代在增减。啊，我们讲修订呢，一项法律，啊，国家立法了，过个几年十几年觉得不适用了，啊，宪法都可以修订了。啊，由于这种想法，对戒律就不尊重。爱好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他说的好。啊，我们学这些东西，那就是什么？佛经变成哲学了。啊，喜欢这些东西了，变成学术了，变质了。啊，所学的佛经知识不是智慧啊，诸位要知道，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流出来的，自信的啊，从分别执着的心里面流不出智慧啊，那我们是道道地地用的是分别执着心，那哪来的智慧呢？啊，美其名可以说一句，我们这是世间的小聪明。啊，这个有，这对的，没错。啊，世间聪明才智啊，不是智慧啊。智慧从清净心、平等心里面生出来的。啊，清净心生出来的小乘智慧，平等心生出来的是大乘智慧。啊，我们的心不清净，有妄想、分别之处。啊，阿罗汉有本事，他能把执着放下，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啊，所以他才生一点小智慧。啊，菩萨不但执着放下了，分别也放下了。所以菩萨的智慧高过阿罗汉啊。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
这才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时候，智慧、福德都圆满的显现了。啊，怎么圆满呢？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要知道外面没有智慧，外面也没有真正的福德。啊，只有自信里头才真有啊！啊，大乘佛教教导我们放下便是啊，啊，佛所以佛在这里特别的劝我们要持戒。这个戒怎么持法？我学佛学了十几年，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戒的重要。没有戒的根基，就像盖大楼一样，你盖个茅棚没问题，你盖大楼肯定盖不成啊！为什么？没地基啊！念佛说老实话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啊！念佛法门得生净土啊，还是戒为基础啊！啊，我们展开经卷，经上称呼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我们问自己，善不善？啊，善的标准就是无戒是善。如果无戒是善没做到，佛经上教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没份呐。你不是的，无戒十善通通做到了，你是真正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才是具备往生的条件，凡圣同居土那么今天为什么无戒十善做到？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释迦牟尼佛教诫学生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个话说得很重啊。啊，换一句话说，佛教导学生不可以劣等，循序渐进啊，像现在读书一样，一定是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不能劣等。于是佛法是师道，我们明白了释迦牟尼佛老师啊，师道一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要不孝父母，怎么会尊重老师？啊，小乘里面讲伦理，讲道德。啊，那是扎根教育。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对于小乘
经教啊非常重视。啊，隋唐时代，孝成有两个宗派，陈师宗、居士宗。啊，学佛都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奠定基础，然后再学大乘，啊，提升的学大乘。所以孝成的经论翻译的很圆满了。啊，我们大藏经里面孝成经叫四阿含。啊，四阿含经跟南传巴利文的藏经去对比，啊，南传的这个藏经比我们小乘经只多大概50多种，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总共有3000多部啊，只多50几部啊。你就晓得我们翻译是多么远完整呐！啊，可是唐朝中叶之后，我们中国这祖师大的提倡的，无论在家出家不学了，这是两个宗派到宋朝没有了。我们是不是违背了世尊的教诲呢？师尊讲得很好，很清楚啊，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我们祖师现在不学小乘了，啊，只学大乘。啊，并没有忘记师尊的教诲。啊，而中国佛教是用儒跟道代替小乘。这1300多年来，佛教在中国高僧、高士，出家是高僧，在家是高士、居士，人才辈出啊，成绩非常可观，祖师大德没有做错啊，所以用儒家、用道家来奠定基础，代替小乘啊，有这么好的成就，真的应该是1300年前。啊，中国儒释道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表面上有儒释道，实际上呢，儒释道已经圆融了。啊，因为儒他读佛经，他也学道。啊，儒道的经典他都修。啊，道呢，他也学儒，也学佛。那佛呢，也学儒，也学道。所以里面呢，他就融成一体了。啊，这个事实我们要清楚。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一体，三教九流，这三教是儒释道啊，三教九理九流啊，变成一家了，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啊，它是三教九流混合一体。
啊，那么到最近这150年，中国的国力衰了，啊，外国人以战争为手段，中国打了几次败仗，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文化，啊，我们受了这个影响，很不幸的，自己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啊，民族的自信心丧失了，什么都是外国人好，啊，中国不如人，自己承认的，所以这150年，我们衰了，衰到今天的传统文化几乎灭亡了，现在变成中不中西不西，啊，问题出来了，社会动乱了，啊，居住的环境许多灾变，啊，也很难得，现在慢慢觉悟了，慢慢醒过来了。啊，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啊，西方这个文化解决不了，他解决他自己本身也解决不了。就外国人要学中国东西，学印度东西。啊，现在非常认真去学习，去找。啊，他能不能找到？能找到。是不是真找到了？没有。为什么？没有真诚恭敬心。啊，典籍他找到了，他不能弃儒。啊，也就是《开经记》上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他们虽然得到了，他不解如来真实义，啊，好在最近这30年，啊，科学家研究的这个成绩很好，我们看到这些研究报告，啊，里面有不少跟大乘佛法、跟中国传统的文化逐渐的融成一体了，这是好现象。啊，这个现象帮助外国人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异，啊，增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对于我们来讲呢，也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对老祖宗更有信心了，对佛菩萨再不怀疑了。啊，极乐世界有没有？真有。啊，明心见性有没有？真有。啊，佛经上讲的阿赖耶，阿赖耶是宇宙的缘起，啊，万物的缘起，啊，是佛法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啊，他给我们解释宇宙怎么来的，我怎么来的，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用我。这是哲学跟科学里头的大问题啊。啊，大乘经论跟我们讲得很详细啊，虽然讲得很详细，我们看了还是疑惑啊。为什么？他说的跟我们的常识完全不一样啊。那么现在经过科学的证明，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回过头重新再去研究这些大乘经论，逐渐明白了，明白才能得受用啊！啊，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啊！我们这一生完全生活在错误之中，这错误叫造业。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我从哪里来的，这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了解了，宇宙怎么来的你就明白了啊！大乘教里佛是这么说的，一念不觉，二有无明啊，这个无明呢，称它做无实无明。这些名称含的意思就很深了。一念不觉，没有原因；一念不觉，没有时间，所以叫无实。啊，大乘经教上有解释。无实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这就在当下了。啊，这一念不觉，出现了一个无明的现象。本来自性是明，明达了，这经上常讲啊，啊，明了通达了，这无明说不明了了，不通了，就发生障碍了，啊，这个东西叫什么？佛教的名词叫阿赖耶，啊，阿赖耶里面产生的现象。现在科学家讲的这个现象，能量，自然现象，信息，心理现象，物质，这三种现象，这三种现象的变化产生了宇宙啊，这个变化是自然变化，不是人为的，没有人设计啊，没有人去建造啊，怎么来的呢？意念变现出来，这都很难懂啊。佛在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是意念啊，你的念头变出来，不可思议啊！啊，念头真能变吗？能变。啊，日本江本博士在琵琶湖做的这个水实验，这个实验做成功了，说明我们的意念真的
能改变山河大地。啊，日本的琵琶湖是非常大的一个湖泊，像海一样，面积很大。啊，有一个海湾，海湾里面水是死水，就是不流通，死水。啊，20多年来，脏乱，气味很难闻。啊，江本博士就用这个地方来做实验，看看我们的意念能不能改变它。他找了350个人，请了一个老和尚，他不信宗教啊，啊，他是科学家了，啊，他来实验，啊，让这350个人在老和尚带领之下，啊，实验是1个小时，这1个小时大家通通把妄念放下，什么都别想。啊，只想一桩事，共同来想一桩事，湖水干净了，哎，就想这么一桩事情。啊，口里念湖水干净了，心里想湖水干净了，啊，心跟口一致，啊，再加一个我爱你。啊，念1个小时，3天之后啊，这个湖水真的干净了。啊，脏乱现象没有了，这湖水风平浪静，那个难闻的气味也没有了，真成功了。啊，日本的媒体都报道这桩事情，啊，认为是奇迹。你看，350人把一切妄念放下，单想这一桩事情，这就是佛经上所说的。至心一处，无私不办，让湖水清净了，湖水真干净了。啊，干净了多久呢？啊，江本博士告诉我，半年。半年之后啊，他又变成老样子了。啊，所以这种意念呢，就像祈祷一样嘛，管用，有效，治标不治本。啊，怎样才治本呢？记住，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我们心地清净，我们心里头没有杂念，啊，没有这些不善的念头，它这个湖水就永远清净，啊，就不会再变质。啊，这是用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从开悟了一天开始，一直到圆寂，49年，天天讲经教学。讲经教学治本啊，啊，人心地善良，这个善良就是无戒十善，无戒十善要做到了，你的身心健康，你不会生病啊。啊，虽然衰老，会衰老得很慢。哎，不容易衰老。为什么？你正常。那人为什么会老化了呢？心理的问题，心理不健康了。啊，年岁大了，退休了，觉得自己老了。这种念头一生，老化就非常快。啊，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啊，诸位如果细心去观察，你能看到啊，我们的朋友同学
在工作的时候很得意啊，没有想到老啊，这一退休了没事干了啊，在家养老退休了，他忽然觉得老了，两年没见面，一碰到好像突然老了20岁，怎么会这么快呀？念头一念啊，老了怎么样啊？老了就想病，他想病，他真的生病了。这不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吗？啊，我这些老朋友碰到我，他说你身体不错啊，啊，你怎么保养的？我没想过老，我也没想过生病。啊，我心里只想阿弥陀佛，只想大乘无量寿经，阿弥陀佛不老，无量寿经不生病。你怎么想法嘛？佛讲的这个原理原则太重要了，我们要记住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地不善，一切不善的果就现前；心地善良，心地清净啊，清净善良的果报就现前，就这么个道理啊。学了的管用啊，啊，用在我们身心上，用在我们生活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那么江本博士的实验，既然能够叫琵琶湖的水从脏乱恢复到干净，不要用任何人工啊去清洁去打理，不需要啊，用意念就把它摆平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地球许许多多灾难，用意念能不能摆平？肯定能摆平。啊，关键呢，你得相信才行啊！你不相信意念能改变物质环境，你要不相信，那这个效果就达不到。佛这么教我们，难得现代物理学家也是这样教我们。我们把佛法跟科学一结合，这种疑惑大幅度的减轻了，这好事情。相信科学，相信3000年前佛所说的，啊，我们真正能够放下万缘。啊，就像美国科学家布莱登所说的，啊，他说明年灾难严重啊。古老的玛雅灾难预言啊，去年8月，这些科学家在悉尼开了个会，讨论这个问题啊，到底明年银河对齐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就是银河的中心，太阳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啊，这是天文现象。啊，明年决定是有。啊，天文学家都计算出来。对地球究竟有什么影响？有两派。两派势均力敌。啊，等于说一半一半，50%认为玛雅灾难预言是真的啊，另外一半呢，他否定啊，认为玛雅预言不可靠啊，影响是肯定有啊，不会像他那样说的那么严重的影响。啊，美国布莱登先生他就说，啊，化解
2012玛雅灾难预言，可以做得到。他呼吁地球上的居民啊，我们应当改过自新啊。他说了三句话，第一个，弃恶扬善，就是我们佛法讲的断恶修善啊。第二，改邪归正。第三，端正心念。这个端正心念，就是我们要决定遵守五戒十善啊。那中国的话来讲呢，一定要把五常仁义礼智信啊，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把它找回来啊。我们依照这个标准重新做人，就是不但呢灾难可以化解，还能把地球带到更好的走向。这个说法跟我们老祖宗的说法一样，跟佛经说法的一样，值得赞叹的啊。所以我们明了啊，只要心善，身心健康啊，家庭幸福，社会和睦啊，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纵然灾难不能完全化解，大幅度的减轻啊。科学家的预测，明年这个银河对齐的灾难啊，最轻应该是影响我们通信的这一方面啊，电磁波会受影响啊。换一句话说，人造卫星现在在太空上很多，这些卫星可能全部都失效了。那这对我们的影响呢？对通信产生影响啊，对飞机的航行，甚至于轮船在海里的航行啊，会受影响啊。磁极要改变，那指南针就不准了，不准确了啊，这种影响是可能的。引发大的地震海啸，有人说不太可能啊，这都是提供我们做参考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这桩事情？我们懂得布莱登所说的三句话，跟佛经完全相应啊，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我们的端正心念是老实念佛啊，真正去念佛啊。现在我们明了佛法里头大善至善究竟圆满的善是什么？是阿弥陀佛啊。我们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就像中峰禅师在三十心念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一个换掉的，这心里都不要想别的，只想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就成功了啊！再加上我们现在提倡的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落实《十善业道》，出家我们在落实《沙弥勒益》，认真去学习啊！依《无量寿经》，依这一句六字弘忍。灾难真的能化解啊！现在在世界上净宗同学这么多啊，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啊，大家都能守住这个目标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行为上面决定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勒益啊，老老实实这样去做，我们身心健康，纵然有灾难对我们没有影响，我们居住的地方不能完全化解灾难，也会大幅度减轻灾难，自利利他了，功德不可思议呀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啊，这一篇经文里面的教诲，啊，最重要的，我们要把欲望降低，不要做欲望的奴隶。啊，真正彻底断恶修善，师尊在此地特别劝导我们持戒，佛在经上常说戒为无上菩提的根本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求无上菩提啊，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本啊，我们的真感。啊，经教不能不学，为什么？理论的依据，我们没有开悟，不能离开经教。经教只学这一部《无量寿经》够了。啊，经是汇集本，注解也是汇集本。啊，经是五种原译本的汇集本。啊，而注解呢？是许多经论跟祖师大德的著述啊，从这个地方汇集而成的啊，所以这一部经是大乘经的精华啊，学这一样宗门教下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全在其中，一样都不缺啊！这个本子是宝中之宝啊，经典成为法宝啊，法宝当中第一法宝，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啊。
啊，要真正的相信啊。啊，什么叫真相信？你真做就相信了。啊，你没做到不是真心。啊，这是早年我受戒的时候李老师教给我的。啊，受完戒之后他说你要真信佛。啊，我们听了感到很奇怪。啊，我出家两年才受戒。啊，而且这两年教佛学院。啊，在外面讲经。啊，怎么能说不信呢？啊，老师告诉我一个呢信的标准。从这个标准上来看呢，我们信是相信的，不够啊。啊，还有怀疑，还有做不到的。啊，那就这是不信。啊，真正相信，没有怀疑了，彻底做到了，这可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这些年来我自己觉得很安慰的，我的信心年年在增长。没有后退啊，年年在增长。啊，我的疑惑年年减少。不能说没有啊，一年比一年少。啊，学习经教得到了法喜充满。啊，这些是好现象。啊，一般人来讲呢，这有进步啊。啊，没退转了。啊，现在年岁大了。体力不如从前，啊，时间我相信也不是很长，所以我把全副的精力都用在念佛上，都用在这部经上，啊，晚年其他的不讲了，专讲这部经。啊，还有同学问华严经要不要讲，啊，这一问呢也难倒了我。啊，华严怎么办？有高人建议我，啊，华严不必细讲，无量寿经要细讲，华严不必细讲。啊，华严只是讲大义，点到为止。当然，点到为止，那真正听得懂的人就不多了，要有相当的根基。啊，华严不是给初学人讲的。啊，取重点，重点标准是什么？标准是对现代社会现前生活完全能用得上的。能帮助我们信解无量寿经，以这个为目标
啊，这个设想啊非常之好。那这样讲法了，这一部《华严经》应该3年可以圆满啊，不要用很长的时间了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啊。细说无量寿，细说净土啊，希望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念佛人都能够往生净土啊，这是，那这跟经上讲的就不一样了。到极乐世界，我们永远在一起啊，不至于分散找不到了。如果在六道里面呢，生死离别之后，以后很难碰到，碰到也不认识啊。极乐世界可以啊，永远在一起啊，每个人都认识啊，这是好事情。经文里面讲的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悟得随心，涅槃经云：常为心思，不为私心。啊，这两句话怎么说法呢？黄念老有解释：盖私心自用啊，乃行人大事。古时候读书人就怕犯这个错误啊，私心自用。孔子也说过啊，患为人师啊，孔子自己非常谦虚啊，述而不足，性而好古，哪里敢称人家老师？不敢啊，所以老师对学生，他什么态度啊？叫友善，友是朋友啊。我们志同道合，在一起研究学术啊，不敢讲指导啊。现在的话说，我们分享啊，都用平等的语气，但是学生对老师一定尊重，尊师重道。为什么尊师？是重道啊，而且也是表法，给一般大众做最好的榜样啊，老师也要做最好的榜样，老师谦虚啊。你看看孔子对人都谦虚，释迦待人都谦虚，没有一丝毫傲慢提起啊，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啊。因此妄心呢，正是生死根本啊。常为心思，不为私心，这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不会有这个念头啊，真正圣人他没有这个念头啊。妄心是生死根本，所以思此妄心呐、啊，恰是认贼作子，诛杀作犯，何能得失？这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妄心有念头，就是
有分别，有执着。那现在我讲我的看法，我的想法，你看看，没忘记我，我就是虚妄的啊！我没有了真知、真见，就出现了啊！只要有个我在，麻烦就大了。这也是佛法跟世法不相同的地方啊！佛法一入门，就把身见放下了。身见放下了，那个最隐秘的后面有我见，我见没放下，身见是相。四相里面的我相，我相放下了，那个我见是什么呢？我见是摩那识的根啊，那是一根呢。所以《金刚经》前后两半部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前半部放下四相，后半部放下四见。那你就晓得《金刚经》后半部转八十乘四支，那是什么境界？法身菩萨啊，华严初住以上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啊，前面小乘初果就有了，刚刚破四相啊，往后越破越显著啊，出口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身见破了，同时也不执着人相，啊，众生相、受者相全不执着了，叫破四相。啊，这个功夫前身差别很大。啊，如果还有我见，那就是认贼无子，为此《楞严经》上所说的错了啊！何况随心任性，妄作非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世间人现象啊，《四十二章经》曰：“圣悟性如意，如意不可信，与此同之。”跟这个意思完全一样。啊，能不能相信我所想的、我所见的？不可以。为什么？大乘教里面佛说得很清楚，有念就是妄念。真念无念呢？连无念也没有，有无两边都没有，这才叫正念。苦乐两边都没有，才叫极乐。为什么呢？那是性德现前了，啊，没有落在意识里头啊，只要有细微的执着，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还有细微的分别，就不是菩萨了。啊，这个道理总要晓得。那我们想回到我们现前的
这个位置，我们怎么修？跟你说真话，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把我忘掉，不要想到我，就是阿弥陀佛。念久了，我执自然没有了。这个好啊，我执要是念掉了，你往生极乐世界不是生同居土啊，它生方便有余土，品位大幅度的提升了。啊，什么时候念佛？念到我没有了。啊，我空了，人空了，念到这个境界了，这是方便于有余土，得四一心不乱。啊，凡圣同居土里面得一心不乱，那是功夫成片，这个很容易得到，人人都可以得到。得到功夫成片，往生自在了。往生有把握，想什么时候走，争取得了。啊，念头一动，阿弥陀佛真来见你。啊，因为什么？你没有杂念，你起心动念跟六道、三善道、三恶道都不相应。一定念头全是阿弥陀佛，这比什么都要紧，而且我们都能做到的。啊，做不到的不谈。啊，我们要一定要能做到的，这才行。啊，幕后这一句，在人后也，叫落后于他人。他人是什么？念佛往生的人，包括那一些生到边地的人，那我们都不如他。啊，生到边地，说老实话，也就生到极乐世界了。啊，不过是去的时候要耽误一段时间，不能见佛，不能闻法。啊，这个后面会详细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啊，我们能把这些毛病改掉，真正一心念佛，不怀疑，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啊，要相信佛有圆满的智慧，相信自己决定的生，你就不会生遍地。啊，我们能把这部经参透了，上辈往生呢，有可能呢，不是没有可能呢。善导大师的话说得不错，四土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我们的语言非常殊胜。啊，这种殊胜的缘分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夏老跟黄念老。啊，这个缘是他们给我们的。啊，他们一生的精血就在这个本子里头。啊，以这个本子给我们做增上缘。啊，说恭敬一点，以这个本子加持我们。啊，我们要感恩，认真学习。今天时间到了。